抽点，还是有点硬，还是有点硬啊！我看那个，我看那个风啊，啊，在岛上哇哇吹啊，啊，吹啊，风这样吹啊，那个地球仪啊是堵在这个呢，它岛的一个凹进去的地方啊，一半在里边，一半在外面啊，就这样的一个地球仪啊，这样啊，风吹的时候，啊，就这样两边在吹啊，两边在吹啊。哎，两边在吹啊，这个像吹法是怎么一个吹法呢？这样的吹法啊，两边吹，这样吹过去啊，它那个地球仪啊，左边右边的受到的力是一样的啊，受到的力是一样的。那么这样的情况之下，你风再大，那个球没转，那没有转的时候。人家就会误以为这个，你看这么大的风，它这个球也不转，人家以为是一个死球啊，就是不转的一个球，啊，然后呢，为了让人家知道这个球啊，不是死球，是活的，是能转的啊。这个时候，非得就在天上慢慢再转啊，慢慢再转的时候，它也在慢慢再转啊，慢慢再转。虽然那个风啊很大的，从上面吹下来，哇哇哇，吹下来实际上是那这么大的风。那个岛啊，因为它那个嵌在那个岛的一个角的侧面凹进去一块，然后剩一半出来嘛，实际上风吹不到了呢，吹不到啊，这样是风虽然这样灌过来，但风没吹到它，但是人家感觉风很大风大啊，所以呢，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，飞机就会在转了，让它慢慢在转，不然的话人们误以为它是一个死球啊，不转的一个球。但是真的完全没风的时候呢，它也不转啊，它也不转。但是如果人家按照按钮以后，希望看那个哪一个，他比如他的国家是哈萨克斯坦的，那我看看哈萨克斯坦的在情况怎么样，那个地形图怎么样？它是立体的嘛，高的低的啊，所以要看这个时候的，你地球一按呢，这个球就转过来了啊，就转过来了啊，在这里，那么就知道啊，就能再去看，这样啊，是这么一个情况啊，好，知道了啊，好，知道了啊，知道了，再见啊。